块，其中一块呢就是产品设计案的部分。那我们公司是2011年成立，那一开始是由一群那个广达跟鸿海出身的设计师所组成的。那也是因为有大概20年，几乎每位工程师他们都有20年以上的产业背景，所以我们能够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案子，像包含厦门万利达集团，这个是全世界 DVD player 最大的供应商，那我们帮他做了一个给那个这台平板电脑，就是给中国人大使用的平板电脑，然后叫鸿派一号。然后我们目前也是戴尔电脑的签约设计公司，那以及台北的 W Hotel， 我们帮他制作现在还有在卖的这一款会发光的手机壳。其实它每一样产品它都有很高的技术门槛，那我们是能够从外观然后帮你看到外观设计，然后帮你看到量产，所以我们最强的部分跟其他设计公司最不一样的部分就是我们有很强的整合能力。那一般的设计公司可能它图画出来，但是它从来不知道生产啊制造过程组装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但是只要你给我们一个 budget， 给我们一个预算，那我们就可以从头帮你规划到量产的部分。那这一块是我们设计公司最重要的价值。那如果说以后家人或来宾要帮我引荐就是设计案的部分，你可以跟他讲一句话，这是我们老板的名言，他说你画得出来我做得出来。像现在对这一句话，我觉得如果是这一句话大家有听到的话，应该会对我们很有信心。那再来就是我们也把这些对产品质感的要求还有这些技术都用在我们自己的产品上，所以我们会把产品都做到是有很高的技术含量。我们不希望去跟一些工厂比，做一些大家都做得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会产品都主打一个关键，就是多功能这件事情。那我们产品一开始会围绕在那个 Apple 的周边，像保护壳、触控笔啊，还有手机壳之类的。那后来做像马卡龙这些产品之后，我们才发现说，其实我可以多接触这个礼赠品的市场。那包含马卡龙这么简单的东西，我们一样是开的是精密模具，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质感跟其他人不太一样。那我们现在代表性的零售通路包含有故宫博物院，然后电脑先生等等的，台湾日本都有。然后代表性的礼赠品客户就有很多，几乎你想象得到电子展会出现的大厂我们都有做，然后还有像台新银行、富邦人寿，这些也都是我们主要客户。那因为我们的产品它都是很着重在多功能这一块，所以其实在台湾还有日本市场是比较吃得开，尤其是像这个左下角这一款多功能的 iPad mini 保护壳，这个就在日本的三瓦网站上卖第一名。那这个像这些台湾日本杂志上也都有报道。那像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产品的零售通路现在目前有一块比较有趣的，就是故宫博物院，我们就把一些国宝级的文物做在我们的产品上，那这些也都有已经在故宫贩售了，如果大家有去逛的话可以看到很多大妈在买我们东西。 对，然后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在这边在 BNI 最常跟大家讲的就是我是礼赠品商，那我希望可以大家可以帮我做的引荐。那最基本的好的引荐对我来说就是用我们这些基本的产品，包含马卡龙擦拭布或者是上面这一款XPad 擦拭布去做客制化的设计。那好的引荐的话呢，数量大概会是在1000个左右，然后它的客制需求很单纯，像是台新银行啊或者是曼秀雷敦，它有它的企业的 logo， 我单纯的只要把它放上去，这种就是很单纯的客制需求。那再来就是我可以直接对应到那个企业的采购人员，如果说像比较大的像是什么星巴克那种，我可能就要还要比稿啊，还要提案，好多过程，可能还要给佣金之类的，那种就比较复杂一点。那对我来讲可以直接对应到采购人员，这种案子就是很好的引荐。那接下来就是今天的重头戏，我们公司呢因为一直希望能够透过一些产品让更多人看见我们，所以我们这次就特别去买了 Marvel 的授权，然后把它做在我们的擦拭布产品上。像这个第一款
这个是迷你型的擦拭布吊饰，那正面是印钢铁人，然后背面是印这个这一次复仇者联盟二才出现的素材。然后这款是迷你型的，如果你的手机比较小的话，可以适合用这个。那一样也是打开正面的细胶倒扣过去之后，它就变成一个擦拭布。那这一款的话有出两个造型，一个是钢铁人，一个是美国队长。那零售价目前零售价是189。那我们这些所有产品呢，都是在会场那个展期的会场是卖原价的哦，不打折的哦。但是我今天给大家的是5-6折的折扣。哇！鼓励一下。对，然后再来这个是中型的，这个比较大一点，适合插平板，或是如果你的尺寸手机尺寸比较大的话，适合用这一款。那这个造型呢，我做了五款的样式，有第一款 B1 是最经典的钢铁人，那 B2 是这一集才有的浩克破坏者，那这个也是你要看电影之后，因为电影下礼拜三才会上映嘛，所以这是这一集才出现的角色。然后再来美国队长也是这一次会很重要，在电影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那这个尺寸它是这个是迷你款跟中型款它的尺寸比较，那小的话它大概是接近3公分，那大的话它是接近4.5公分左右尺寸。然后再来是杯垫的擦拭布。好，杯垫擦拭布呢，这个是我们我比较强力推荐的，因为你可以发现它的印刷非常的细致。然后我总共做了3款，是钢铁人，然后还有美国队长，还有浩克。像这个是钢铁人的杯垫擦拭布，一般上班族如果你没有使用那个吊饰的习惯，我建议你可以用这一款，就放在桌面上，然后平常可以当杯垫使用。那如果你要擦你的电脑萤幕啊、手机萤幕，任何脏掉的东西，你都可以打开，随时就是擦。那目前这个是有3款，那零售价是299，我一样也是55折的折扣。然后大家的桌面上都有那个清单，然后后面那个展桌上是我今天有带来所有的产品。对，那等一下欢迎大家那个写引荐单给我。对。